第一，以为我去拿我公家的，是警察部里面的口罩，因为香港也很紧张，就拿来捐给别人。那我就马上告诉他们不是。我一月份的我的工资全都捐出来，去没有很多，但是买点东西让大家一起身体健康。在韩国呢，他就一家一家一家的工厂去找人家，人家都觉得你很有诚意，那些货板啊什么样品啊都给他，一点价钱都没有加上去，就是用这个，然后他就拿了这个现金，拿钱一个一个买回来，一点一点买回来，买了好多箱，然后他就带回香港。这个口罩呢，我自己家里的小孩，我自己家里的老人，我自己本人我都没有拿过一个，然后呢，我就全都捐给武汉的同胞。最高级的爱就是这个 unconditional love。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，这是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警察也好，作为一个成年人也好，就是我们要教我们下一代的一个信息。